然后还有、Phil Ivey， 然后还有 Tom DeWan、Daniel Cates Jungle Man， 然后 Fado 这个比赛他一般都没有来过也不会来、谭轩也会出赛，还有、Christopher Vogelsen 德国的一个很棒的玩家。Patrick Antonius，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张哲王打身后有一个、按摩女郎在为他保护，做一些腰部的一些推拿。就是职业排手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长期坐在排球上打牌，对颈椎、腰部，对颈椎和腰椎都是有一个巨大的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想长久的生存在这个行当里面，你是必须注意这方面，多按摩，对，对对要注意这方面的保护以及健身的运动。对我就现在做瑜伽比较多一点，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非常重要。我以前。有时候去 EPT 会打上就是8到10个比赛，现在我去一场 EPT 大概打3个比赛。哦，对，调整一点，就是我会让自己的精力就是更集中于单场比赛。而且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到一个地方去打比赛的时候，你也想看一下那个城市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又去就是观光一下。因为如果你错过这个时机的话，你下一次不一定会对又回到这个城市。这就是我们在全世界打牌的职业牌手的一个优势。是，对，因为你就是我们觉得很幸运，可以就是带我们去这些你的工作和兴趣爱好带给你的很多机会，你可以环游世界。对、啊。张志旺达这里是拿到了十勾，选择了 all in。这是一手在这个筹码量非常好的一手牌。这杰森怎么又拿 A 了？On the second floor, right from when you go down one from the lobby, there's like Chinese restaurant on the right. Okay, let's go. Yes, I'm all. He told you my hand. Do you still want to go all in? That's why I love my hand now. See you. 然后我们看见 Y 亮在这边也 all in 了。短筹码。Is this again? 短筹码这个持注比对他来说太好了。Yeah, no way. 张哲旺达真的是非常幽默有趣。哦，还真的是这个面。哇哦！AA 是直接 join dead。这边张哲旺达他可以翻倍。非常的开心。我这边同胸唱，我们暂时有看见他。对他应该是生前好像还除了这条命之外还有一块牌子，这是他的倒数第二条命。对。这里勾十同四毫不犹豫选择跟注。好，可以看到勾十这手牌是被 A 是主导的牌，但依然是有不错的赢率。这个 flop 是非常棒的，一下子就拉开了8-2开的差距。哦，这我真的佩服，这每次可以转牌和牌发出来。然后看见 Bear 在这边啊 ，double 了 Tong Xiong Chong，
短排的波动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大的波动，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游戏更要求你翻钱的激进程度，是也更要求你更低的弃牌率。相对于长牌来说，短牌是更考验的是剥削和防剥削的能力。所以说短牌这个游戏学起来更快的是原本在长牌里面就选择 EO 打法的玩家，他们的剥削会更加的得心应手。那这里我们看见 Bear 他现在是短筹码了，选择31500的积分牌 All In、嗯、那这边 Chow 他是 A10 同花的牌，那来跟注。很多人觉得他为什么要在 UT 级拿这样子一个、不好看的牌去 All In， 是因为这个位置虽然他在前置位，但是他已经洗不起了，因为在下一个位置他现在只要现在 All In 出去他有31500就连上他的5000的 NT， 但是如果他这手牌错过了，那他下一手大盲就已经强制套池，因为他庄位必须付出一万的钱注。哇哦，哇哦，天炸弹，直接是发死了所有人。对，但是呢，在这个面上，再能中牌的也几率很低，所以这边、就是、而且他目前还是一个庄位。对，他这里只能选择过牌。对，他这边只有他必须让对手击中。这边我们看见 Chow， 他现在是拿到了葫芦，他是3条8，2张10。他这 Galski 在这里考虑什么呢？他在想什么呢？他这里应该还是一个 call， 他后悔自己在翻牌的时候没有通吗？因为这边已经有个玩家 all in， 所以在翻牌后他们打的都是比较 check check 的，除非有料才会下注。哇哦！那这边 Chow 他合牌，有击中了更大的牌的话，他要支付更多。对，这对他来说很危险，因为底池是这样子的话，他有可能是让对手 double 的。啊，那这样一定是让对手 double 了。因为这里一定是 call 的，一定是 call 的，一定是 call 的。八，对，这合牌又中了一个 A， 就让他更难弃牌了。这里 A 是弃不掉的，对这个后手，对，弃不掉了。所以说这里就是要让对手不断的去击中。我手里已经那子拿好了，我不怕任何东西，不怕任何东西。对，我需要给对手更多的东西，对，需要给对手更强的牌力。短牌里面这种情况非常小见，所以为什么说不提倡慢打？因为慢打的机会特别少，只有在这种很极端的情况下，你才会考虑再多加底池慢打。对，差不多你都是已经拿到 nuts 的情况下。我可以看到这些牌手都非常有钱哦。手上的表都戴得非常的昂贵，这是一手，这是一块 Richard Mille， 非常贵的表。你说 Bear 吗？对啊。对。那表应该是，就他的这块表应该有超过300万人民币吧。我对表都什么都不懂，看起来都没有钻石啊。因为你看他旁边几个桌游，他手上的表都是闪闪的。因为现在我们有那个电话，我都几乎都从来不用表，我都不代表。对，你是女生嘛？对。对于男孩子不是男孩子，对于男人而言，就是表还是对，就算你们的首饰，对不对？就只有这么一样的一件可以戴。彰显身份只能靠表和车，然后你车又不能就是一直带着。那这个翻牌是全梅花的面，那这边大家都有过牌。这里七七应该是会对任何下注弃牌，
那这边 Patagalski 的牌变成了 A8 是需要支付一些。A8 既然选择过牌，他应该会选择 call 吧。他选择 call。好，跟住了之后来看一下河牌。一张圈，没有改变任何的牌面。这一 check 之后，看他下注多少。他这里也知道，他这里也只能抓一些 bluff， 可能会 fold 掉，可能会 fold 掉。因为 A8 落踢脚在这个面上，他的踢脚不工作，好像赢不了东西，最多只能赢 chop。好，他选择 call。好，我们现在到我们这里是蓝桌，然后我们看见四位玩家跟住。这里七七有一个两头顺。圈是有一个上卡 nuts 顺，啊，七七直接选择 all in。啊，这里 Juanda 也选择了 all in。对，可以看到 Juanda 这个 all in 跟注是非常的霸气哦。嗯。他只是拿圈嗨，在这样的一个 board 上跟住了对手的 all in。对，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他不落后落多少。对，我们现在是刚才是53-47，八万是落后了。那读牌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他对牌的理解就是不是说只看这三张，他已经看到了后续。真正的高手不会局限于 flop 的三张牌去忽略自己的，去错误估计自己的牌力大小，他会计算，更倾向于计算他这个牌在这个 board 上的发展性以及权益，真正权益有多少，以及持注比。是。So they haven't broken ground on anything yet. No, not yet. They haven't even decided on the location. It's going to be like one in a few cities, right? Like two or three cities. I think they will only pick two cities, maybe one in each city. I'm not sure. Yeah, Nick said three cities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approve. I'm gonna. All in. Since the blind went up already, I'm gonna go all in.那他这边17万的积分牌推给 all in。嗯。那这里90杂色这手牌非常难处理。可以看到，即使是面对 K 圈，他依然是有43的赢率。对。
而且他的马非常深。所以，但是他也是比较紧的玩家。对，所以即使是像他这么紧的玩家，他都在考虑这手牌。可想而知这手牌的强大。对，这里但凡换一个松的、凶的玩家，是一个秒扣。对，一定是个秒扣。我在这里就是个秒扣。我打牌很松。好，我看见 Jetton 他是了一个弃牌。啊，这个传奇扑克，今年应该下一站。Ski in, ski out, casino。他们气氛非常的开心。对，大家都在聊天。接下来是在黑山举办。啊，对。传奇扑克的下一站在黑山共和国。靠近希腊那边。对。从蒙特卡罗过去不远。对。打完 EPT 蒙特卡罗站，可以过去。对，很多玩家也会直接飞过去。正好顺路。I think they want to get some more rebuys. This is a good role to get more rebuys for sure. Yeah. And it makes a little like. I'm a winning player. 他们现在在讨论，就是这个比赛是早一个 level 结束，还是继续下去？有可能他们会继续。应该明天就不能买路了。但是如果他们停止的话，明天还有一个级别买路。对。那我们看见今天就是参加人数一共是50，现在现场还剩29位玩家。那这边我们看见 Greenwood 97同花的牌，对，三位玩家拿到的都不是非常优质的牌。对，然后呢，我们看见大家都有过牌，但依然选择入池，就是因为你在翻前，之前说过不能短牌，你在翻前不能做出太多的放弃。有的时候跟注也是一种剥削，你跟注的频率。足够，在后位跟注的频率足够，就达到一种剥削式的跟注。因为位置好吧？对，在翻后也是需要一些剥削式的跟注，因为对手好的玩家会做一些在一些特定的面上做一些特定的 bluff。你如果手里有一些block 的话，是需要做一些剥削式的跟注的。然后看见 Jetton 对，在这里，在没有人下注情况下，他选择下注36000，对，也就用 A high 拿下了底池。这是一个单张画面，单张画面敢于下注是也是大家需要学习的地方，因为像目前国内大多数，包括长牌啊，包括长牌玩家，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就环境上的一个欠。发展的地方就是在单张花面和单张顺面，大多数都是 under bluff，然后 under call，但其实大家都怕。对对对，就是说你在单张面上、惊悚面上，你的诈唬不够多，你的跟注也不够多，所以经常在这个面上你会损失很多的权益。所以在一个单张惊悚面上，面对 under call 的玩家，你要做一些 over bluff。去针对、去剥削、去调整。那我们看见枪口位的 Sean On， 他是用一对六推了 All In。枪口位一对六，非常的激进。那这边 Kenny 他用 K10不同华的牌选择跟注。
然后呢碰到 Y 亮 all in 三家离池。圈圈勾，那 K 十也不算差啊！哇哦！这微量他发出来就马上中了胡，但是到 turn 上那张 A 出来的时候，他的 outs 还是有很多的。对，因为他可以买花。对。然后这个游戏呢，我们是花比葫芦大。游戏进行到这个阶段，这个级别翻钱的激进程度就更加重要了。优秀的玩家宁愿去跟你做波动，也不会去被你剥削太多。那这边山岸他出局了，可以看到他平淡的表情，仿佛25万港币对他来说啊，就是九牛一毛。一个成熟的牌手需要有这样的心态，对，去正视每一次失败。I keep thinking it's like no limit, and I'm in the small blind. I'm happy the heart didn't hit actually. It would have been dirty. Too dirty. Old habit. It's hard to change it. Then in a couple of days, when the no limit tournaments come, you'll be anteing every hand. You're gonna be limping every hand. Moving all in with Jack Ten. 好像我看到 Jonda 的时候，他是一直面带笑容的。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除非你跟他在打牌的时候，他那个两个眼睛盯着你看的时候，像从就是脑袋里跳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会看你的那个眼神。对，我在 EPT 的时候跟他打过很久。对，但他还好，还好。对，但是他在桌上是非常友善的。对，因为他也说国语嘛，他也说中文。哦，我还没有中文跟他聊过天。是吗？对。他会讲中文，中文非常好。他是好像印度尼西亚的吗？目前的国籍好像是吧。他住日本，好像现在是住日本，但是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籍。啊，这边我们看见两位玩家都中了两对。那这边 Brian Kenny 他应该是出局的玩家，啊，他好像前面没有子弹了，没 有可能还要再次买路，他淘汰出局。我经常看到他的这个。手势架在额前 Greenwood。 来到下一手牌，看 Jordan 在这里 UTG 拿到了一手，哦，他居然直接 fold 掉了八九，他应该是还是很深的码量吧？对，他之后码量挺深的，但是那个也是绝尘，所以他也打得比较紧。我觉得他的系统还是偏长牌了点。对，是他应该看他的打法也是偏长牌的。对，他的翻钱。可能他有可能他的短牌的就是学习短牌的时间可能不长。对，那大家我们说的短牌就是我们这个游戏里面2到5的牌都是没有在这牌里面，都已经被抽掉的，所以我们这里是6以上的牌。因为八九这手牌，特别在深筹码情况下，是一手非常优质的牌，非常非常优质。对，阿头已经跟我们说，就是八九、十九跟勾十的这种牌，都是很有优势的。对，这三手牌是比较特殊的，
versus 8%的范围的情况下，在比例尺上的在排力尺上的表现是强于很多，优于他们的排的。嗯，绝对排力上不强，但是潜力非常高，特别在深筹码的情况下。但也不能说这里他在前置位弃牌是一个错误，因为在前置位，防守不犯错误就是一个，就不在翻后去打一个大底池就是一个不错的策略。他如果选择他的打法是稳的且紧的，对，他的确可以在翻前是不去打这样子的一些，一些结构牌。I like playing forehanded. 可能他会更倾向于在翻前跟别人游戏一些，能压制对手的一些牌力。是，这是基于他的自己的系统。那主王打说了一句我喜欢四人座，然后打了个 all in。嗯。Okay. Actually, that's not. I don't know if that is the right answer. Oh, I thought that table was seven-handed, but I was counting masseuse. I was thinking they should tell the dealer either to stop or not when four-handed, right? Yeah, I just.They want it to be fair. I don't care which way. I don't care which way it goes. They usually would tell the dealer. They should. I'm going to fold. So. Ah, Gory Wen 这里拿到了圈十，杂色，选择了一个跟注。Do you guys usually stop when it's four-handed? No.那这里 A 勾是 okay, no, no, no. I said normally when it's four, A 勾还是选择了跟注 and like, let's say everybody else is full, 没有做隔离、okay, then that's good. That's 那韦亮他在 button way call 也就 check。在我的体系里面，在 CO 位拿在短桌四人桌拿到 A 勾，我会这里。针对于前置位，我会做一个隔离。对，你会做一个 race 对吗？我大概会做，四万到五万左右的 isolate。嗯。不过因为 Greenwood 他的筹码也是比较深的，所以可以跟他游戏一个翻后底池，因为我有一位机优势嘛。对。就相对于这个深码，我有一位机优势。啊，希望啊好，这个盘面只要turn上不发勾。那还算 OK， 还算 OK， 对，两家都不会打出一个非常大的底池。选择过牌。Jason 在这边，他下了一个三分之一不到的尺寸。在六万四的底池里面下注两万，好，放弃。像很多玩家会喜欢在这样的面上去买卡甚强买，你觉得啊对方下注很少啊，牌力又不强，然后又便宜，我可以是不是可以去买？或者说另一种矛盾的思维，说这里下注很强，不强，是不是我买到我买到可以去偷别人？在有位置优势情况下，你有的时候是可以做这样的操作，但是在没有位置上，我不推荐这样子，因为。相对而言，你首先你不确你如果无法对对手有一个清晰的解读的话，你很难去说纯买这样子一个卡胜我就去支付，因为往往你买到了之后，对方给你的配你的隐对 你以为的隐含赔率其实并没有这么高，是，就是说如果你把合牌买到了，你自己如果冲出来打的话，对，这对方不一定会支付你，毕竟你是前置位，对，
所以说买牌我还是喜欢在后置位买，因为后置位买你毕竟可以更多得到对方的信息，是，并且你有更多的就是榨取 value 的一个方式。你在前置位的话有的时候就很尴尬。那我们看见 Daniel DeVos 刚进入了就是我们这个桌，也刚坐下。那 Juanda 在这边中了两对，对，然后晚亮是顶对。但可以看到这里顶对对上底两对也是一个四六开啊，这里应该是要 call 的。Full la, Wai Leong, don't gamble. I don't want to rebuy. 就王导说，你可以 fold 掉，对，不要跟我 all in， 我不想再次买路。对 ，this particular matchup， 不要跟我做 gamble， 我不想再重买。What's the percentage？ 啊，这样子的话，应该还不会重买了。I just assume everything's a flip in this game. Probably a flip. Can't rebuy. Cover me.I have over 300. Oh, cover me. That's at least cover. See you later.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现在 Ivan 六积分牌是67万，有110多一个，110多一点的 ante。哇，现在对他筹码挺多的。Strong, strong too.然后这里 bet 它是 K 圈，选择了 all in 18万积分牌。对这个筹码量来说 ，K 圈是一手不错的牌了。你看，可以打走一些 A 叉。对。那这里 Patagalski，他手牌就是我们说的勾十。你知道吗？勾十对 A 六是勾十领先哦。是勾十领先对吧？嗯。很神奇吧？这是就是短牌的神奇的地方。那这里我们看见 K 圈中了顶两对，但是勾十还有42%的胜率。勾十直接是 River 拿到了胜子，和杀了 K 圈。所以大家那么喜欢勾十，对对。短牌打多了，你就知道勾十有多么厉害了。勾十、十九和八九这三手牌，远比他看上去的样子要强得多，强很多。因为这是短牌这个游戏的机制就在于，牌与牌之间的间距比较小，那么你每一个 board 发出来，几乎都有买顺面，是，几乎都有买顺面。而你但凡有买顺面，那你特别是两头买顺，那你在合牌的成牌率就有一半，48%。应该在 flop 任意牌的买顺面在19.8%吧，19点几。嗯。像长牌我们知道，在 flop 你的买顺面只有9.8%，对，几乎是翻了一个倍。那这边我们看见同样的一副牌98在 UTG 的位置上翘，它是跟住的。那刚才我们看见 Jason 他是选择弃牌的。对，可以看到这里的98，可以看到98这里的跟住，看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面。对，但是这边呢，我们看见 Ivan 六他是中了顶对，也是买花。中顶对买花。啊，这边出来一个圈。这边翘，准备下注。对，酒吧这里选择琳达。这里激进一点的话会选择跟注。激进一点的话选择加注，然后稳妥一点的话选择跟注。可以等确定强的牌率出来了之后再打加值。这里八九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很难，他选择强偷，看看这里勾 K 会不会破给他。
没有没有。这要让 Ivan 六弃牌啊，可能性不大。四我咩副考？你讲四 P 迟啲啦，下次。Quad， OK。我这里九八 D 就是挺难偷的，在这个面上，特别在前置位。如果我在后置位面对两个 check 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用九八九牌来偷取地吃。前置位你的信息太少，后面还有一个升马，你被 call 的风险其实是蛮高的。对，因为你后面有两位玩家。对，何况这里只是一个 K 去开了它，甚至有可能对手有很多的葫芦，甚至有一些七。UT 其实不玩六七这手牌，虽然只差了一格，对，但是八九和六七的差距很大很大。嗯、那这边 cut off 位，我们看见 Tong Shou Chong 拿到 KK。这就是在前置位拿边缘牌力加注的风险。特别容易遭遇这样子的一个境界。这手 A8 它有点 overplay。对，这 A8 有很多玩家就 limp 或者选择就弃牌了吧。对，这种情况下。对。那我们看见翘这边做了很对的选择，就把 A 圈给弃掉了。因为毕竟 A 圈面对的，不过 A8 它这个动作反而救了 A 圈哦。是。因为他对他如果 limp 的话 ，limp 这里是一个 open， 对，那 A 圈有可能 A 圈跳出来做3 B， 对，做了3 bet 之后就很难 fold 给对手的4 B。我刚刚没有看他的后手筹码，如果是短筹码的话，几乎就是套池。是，他好像是300,000。对，即使是深筹码，他在3 B 出去之后面对一个4 B， 也是如果要弃掉也是非常的难受。嗯，因为在短牌里面，你知道3 bet fold 是超级伤、超级伤的。因为你投入了很多的筹码，但是你连 flop 都没有看到，你没有实现自己的 EV。对，那这边我们看见 Pedagowski 他又在枪口位加注到41,000。那他这打法跟我们前面看见的那些玩家打法有点不同。都不一样，对，都不一样。我们好像还没有看见玩家用这种牌在前位，在前位加注。对，那他已经做了两次了，这次他成功的收下了底池。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打法在他的系统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在我的系统里，我会觉得这样子的打法，相对于现在的主流系统来说是有破绽的。是，但是呢，他有可能会考虑到第一点就是桌上现在只有四个玩家，还有呢，现在盲注就是前注比较大了。我短牌这个游戏的特点就在于，你哪怕做了过分激进的动作。不会因为这些输很多。对对，那这边我们看见 A 勾在枪口位加注到45,000。在四人桌的情况下 ，A 勾这个牌是很强的牌力。他这里选择跟注，不知道在庄位是拿到什么牌。啊，90，很强的一手牌。A 勾中了顶对下注，他90这里有一个卡勾，哦，他还是去跟注了，在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看一看这张，哦、看一看这张 turn 能不能帮着他啊？应该是远远的超出预计的帮到了他。是这个 turn 呢，我看见 Tong Shou Chong 他是有。中两对，对，顺花都到，顺花都到的情况下，在这个面上不会很激进的去打。对，因为首先他前置位且turn上顺花都到，面对这样，不过对手的形象比较差，对手的形象比较差，他这里肯定会错误估计对手的牌力，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张勾真的是让，非常的难受了。
哦，我们看见就是这参赛人数一直往上在对加，因为就是现在这个比赛你买路就是有可能就一把牌就打个 all in、然后呢就要需要再次买路，这边他现在是已经有59位玩家参赛了，所以即使是他还跟住，他还是选择 check call 很稳这张牌的话他可能会少输一些，合牌的 K 出来那这里 A 勾是靠不动了，这张 K 还是比较的算是救了他吧，对，因为让他 不用过多的去做考虑就可以轻易的弃牌，如果 River 再掉一张 blank 打 all in 他就要去猜了，猜对手是什么东西，对 buy in 3 times at 2 why can that's 3 times same why stop at 8 现在桌上是有父子俩的吗？对对，是 Richard Young 和他的儿子。对，四号位跟六号位是父子。对。母方的。我还是第一次在荧幕上看到他的儿子啊，是吗？对，他的儿子老师是超人，他的儿子的老师教他打牌是超人，超黑，超人，超人。你有没有看见 PokerStar 上面的 C H A O R E N 超人？啊，对。所以超人也会打短牌了，短牌不知道，短牌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长牌的就是技术很好。那这边我们看见直接转牌是都到了，但是被压制的是呢，对，这手牌这一定会支付一点啊，我还可以一定会支付不止一点，对，我觉得他后手只有90K 了，对，那打光了，应该他后手只剩9万对 90K 下注就打光了，没有办法了，对，这里就是 nuts 跟上 second nuts，对，他这里是逃不了了。call call call call， 但是看见对方的牌就很失望。还有 chop， 发张有啦，有 chop 啦。对，再发张圈。有 chop， 有女噶嘛？有女啊！佢哋不认你嚟噶。我觉得他们父子俩长得非常像。要不然送俾你啊！笑起来蛮像，非常像。扑入你，冇人黏噶啦，嗰度我黏啦，我黏咗，即系冇搞错，我得50个大妈。我很喜欢他用粤语讲话的语气，特别的可爱。佢唔系只女，佢都系俘虏咗噶，呢个。好，可以看到他父亲的眼神。好。你把我儿子淘汰了，那我要报仇，更要好好打了。这手牌，指望打这里是拿到了顺子。No, I mean like 8:30 a.m. this time. 而且这手卡其顺是比较隐蔽的，B
比较隐蔽的身子。A lot of good things. 来，我们这里选择用两头满胜去领先下注。I think it's Buffalo. 在这个面上应该要吃到 race 了。Yeah, actually, yeah, I'm playing Buffalo again. I went to the game on Monday. 我不认为这里中央大会还会选择曼达，在这个面上还挺危险的。是，因为河牌可以出来很多，就是 out。对。They lost. They won. Oh, they won. 而且对手已经显示了牌力。Comeback victory. 对，这边他下注了115,000，也是一个挺大的下注。这里的话应该会选择一个加注，就看他加注多少了。持注比也其实也支持直接加注 all in， 但他可能会选择再分一条街打。啊，他直接选择 all in，他打得很凶悍。啊，这里勾是会非常的艰难，因为他这里即使选择弃牌，也是被剥削了非常多的 EV。他这里可能会后悔自己没有选择 check call， 正好差不多，对，差不多有 cover。哦，没有 cover， 因为他已经有115,000在里面。11万，对，但是几乎是就是 call 了，你接下来是自己推 all in 了。对对，他这个115,000打得自己非常的难受。嗯，哪怕只是面对一个 race， 甚至30万的 race， 他都可以还是可以 call 一手。所以只能 fold 掉了。这手弃牌是非常非常的损失非常大，是，因为他的勾十在这个面上是有很强的权益，有很高的权益。啊，这桌我们看见他们聊天也非常多，比较活跃的一桌。One of my buddies used to live in like the TIFF building on like King and John. 好，我们的直播桌依然是五人桌。And like for the World, like for the World Cup, we just always. 那赢下这手牌之后，九王打应该是桌上的，也是另外一个生筹码。那几 A 八同色令。然后这边 Divorce， 他手上拿到一对 K。对，拿到一对 K， 但是他是短码，应该这里会选择直接 all in。他只有不到20个 NT， 在这个盲注阶段，他拿到这个牌是可以得到很多比他弱的牌的支付的。那 Ben Lam 弃牌，然后呢 ，Juanda 他拿到一对9，对 ，Juanda 这里是有800，有808K， 80万的筹码。Four. 啊，九王的还是选择了 four 牌。A 八是不会 call 了。对于激进的对手，可能会这里拿 A 八边缘牌去 call。对，但是我们看这 Jetson， 他是很谨慎的一个玩家。他一定不会 call。他特别喜欢游戏翻后。他把自己的筹码。玩的很紧，对，对，我们也看见他的就是那个波动也不是很大。对，他的策略就是围城策略，就进了口袋的筹码就不能轻易再出去。因为我看见有很多玩家，他们就是累积了很多积分牌，然后一下子也就出局了，对吧？又要买路，要再次买路。一个好的玩家不仅是要能积累筹码，还要能把他们守住。对。Yeah, you only got here like a day ago, right? 然后选择的策略也不一样。I'm wanting a slightly contender left, melatonin in my hotel room in Seoul. Yeah, left what? Melatonin. 那这里 Juanda 选择 A 圈 all in， 直接 all in， 而且是非常多的筹码。
Oh, Timmy actually usually has. 对，他这个马量的 all in 是可以给对手非常非常大的压力。Big bet. 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对，我们看见这边 K 十有47%，但是这个给了压力之后，他也只有七牌，不可能去用 K 十去 call。Did he call 这样子一个马量 ？Gambling would have been making it 40. That's small gambler. No, but we're not gambling. Big time gambler. I think we did it. I wasn't gambling. I think you just have win big if you bet small. But no, it's not a with no break, not right? That big. Yeah, but it's still like.Before the start of like, yeah, yeah.、Mm. Okay, this time I'm going to fall. I'm not going to gamble. John did it. What did I do? Oh, Greenwood. Nice hold. One more left. Well, because I came here late. that's the secret. I just came here like but one even, and a half hour. But not even, because you still have to put all three for the last 40 minutes. It's a long time. 张桌子上对于番前的跟注，对于一些小额 raise 的跟注，大家都是比较谨慎的。所以他这里 A 的确很难去做一些大的 race， 因为他如果做了大的 race 的话，对手很难去有支付他的牌力。那这里 K 十应该是 fold 牌，圈九应该也 call 不动。Especially after saying all that we did it, shit.那要加43000去看一个130000的底池。好，他选择 call。他选择跟注。对，43000去看一个134000的底池。哦 ，top set。那这里 Ben Lam 他可以买卡顺，任何圈。他可能会下一个小注。应该是50000左右。45000。在134000的底池里面下注45000。差不多是三分之一。选择七牌。Yeah, right there. You needed to bust like. Yeah. You need to have like a quick call. They would have let you. They would have let you.If you busted into last hand before, I think they would have let you as well. It happened last hand. Yeah, so you weren't free-rolling there. Just to be fair to everybody, like if you bust. What do you mean? Because I know, like, as soon as they announced it, I could read your thoughts. You were like, oh, fuck, I'm free-rolling this hand. If I bust, I don't even have to rebuy. Yeah, but they would have said, oh, sir, we'll give you the option. I thought you meant like rebuys are done. I thought you meant like rebuys are done. Stefan 坐上了张桌子。I thought you meant like, you know, like the literal version of. 这里 Week 在去年2018年的时候，也一度在 GPI 上是取得过领先的位置。之后是在后面几个月被超越哦。把他坐下来第一手牌拿到了 A 圈，直接做了一个 all in。主要呢这里也拿到了一手比较好的牌。正好30万，但30万的马量在前置位做的一个 all in， 其实牌力是显示很强的。他会不会买入一次，就说我直接上3发子弹？好像是可以的。30万，对。他选择 fold 牌，
你看九王大，你看他的敏锐性是非常高的。是。It's gonna be hard to call with that. Drawing dead from the first card. 在多人底池的时候，在枪口加二这个位置，的确是很难游戏像勾勾，对，甚至 A 圈这样的牌型，在前置位有一个激进动作的情况下，对。我们看见主王者在这里就是表现得非常不错。他的策略和今天开始比赛前我说的一手牌做得非常像，也是举了勾勾这个例子，在前置位做了一个激进动作情况下，你在这个位置是大概率是要弃掉勾勾和 A 圈这样的牌，因为你后面不知道你后面对还会玩家会有什么动作。特别是考虑到你像现在是一个多人桌，是多人桌，因为短牌这样的一个游戏性，多人桌拿到 top range 的概率会更大。对，拿到比如说你 call 了一个30万，你无法避免的就是套池，无法避免套池。No, he said, 当你 touch 之后，对手的在后置位对手的任意 squeeze all in， 你也只能去无奈 call。但这个时候，对手能打出来的牌往往都比勾勾要强。对。那种 A 圈也是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们可以赛一下，对吧？对，最好的结果。一般就是被什么圈圈 KK AA 的这种牌。对对对。因为他知道在前置位 all in 出来的 range 的话，他很大概率是因为他这里抓不到实时嘛，是很难抓到实时，那么几手牌了，对对对，那他大概率是跟人就是翻一个硬币，而且他目前是除了一个 ante 之外没有投入，所以不需要去拿自己小一半的身家去跟人家做一个这样子的 gamble。 对，而且我们看见 John Juanda 他的就是积分牌是非常健康的，对对，稳健。这是一个啊，他用一手 K 圈暴力的 all in 去打走了 Sam Greenwood， 成功留住了前置位的 K 勾。啊、他的敏锐度真的非常非常高，他每次就是 call 的 对，气的也对，对，可以看这样的顶级高手打牌，你就会发现好像他是长眼睛的，能看到就是你的底牌 对吗？对，仿佛 他这个范围完完全全是100%很标准的，他仿佛是能看到对手的牌那种感觉啊哦，但是这翻牌后又是不一样的故事了，这是牌神的戏弄。那这边我们看见 Juanda out 13张圈。现在多了很多，对，现在更多了很多。因为现在攻对。哦。You might have got the answer, like pull back his chips and think they were chopping, and then like.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积分牌在这桌上，现在是 Peter Jetton 领先。对。接下来就是 John Juanda、Sam Greenwood 跟 Ben Lam。然后呢，我们现在前注是8000，然后庄位的是要付16000。可以看到，即使 Juanda 在输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ll in 底池之后，他依然是有79个前注，非常的健康，而且他还是面带笑意。对，这就是顶级玩家的对各方面的掌控力，情绪管理也好，然后对于波动的看淡。是。
你就能从他的言语中、言行中，你可以感受到他就是酒精。